影片所见，警察只是无差别咁样追击普通嘅路人。最后，跑最前嘅警察将我哋嘅舞蹈员推跌，并且将佢制服。警察嘅英文能力极差，冇办法理解我哋演艺人员嘅解释，坚持、粗暴、拘捕。头退到系咩位置噶？咁我哋相信咧，仍然有示威者喺亚加路街呢度咧喺度集结。我哋左边画面见到啦，警方就将个示威者带走。